11月7号我会在北京签售，完了过后呢，就会来这边了。吃完以后，到时候会看到你们每一个人。谁的助理在身后，他说他要去寻找四叶草的传说，那个必然经历爱的折磨，伸手一手找到四叶草的人儿，赐予旁人无限的欢乐，他说无论是笑口还是欢乐，也注定曾被四叶草守护着。这个会唱，寂寞是灰色的，天空是什么颜色的，如果我要是蓝色的，我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。生活，他说他从遥远的光中发射回来，是为了传递四叶草的传说。传说里说找到四叶草的人儿，曾被赐予无限爱的欢乐。他说，无论是笑口还是欢乐，你注定将被四叶草守护着。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记忆是模糊的，渴望是什么颜色？时间是静止的，永恒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呼吸是短暂的，我想我只好沉默，因为这问题的确它也在。此刻爱情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忧郁是蓝色的，快乐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寂寞是灰色的，天空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我要是蓝色的，说天空也是蓝色的，因为他们彼此相爱了。风铃是什么颜色的？如果风是快乐的，叶子的眼睛是透明的，其实谁是人的？快乐了！哇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棒。